顺治十八年的正月，整个皇宫上下呀，为操办顺治皇帝的丧事，忙得都是焦头烂额。后宫啊，却又传来了另一个噩耗：董鄂氏啊，自杀身亡了。走进古迹讲故事，您好，我是昆仑刘石。今儿咱们要聊的是这顺治皇帝的两位后妃。第一位呢，就是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张皇后。在清史稿里啊，是这么写的：孝康张皇后同家世，少保固山额真同徒赖女，后出入宫为世祖妃。顺治十一年春，妃抵太后宫问安，将出一句有光若龙绕。太后问之，之有孕，谓进士曰：“朕任皇帝时有私样。”今妃亦有之，生子必应大福。故事呢，咱们就从清史稿记录的这一段话开始。咱们先分析分析这段话里透露出来的信息。首先说呀，这孝康张皇后入宫的时候啊，她还不姓佟家氏，他们是汉军正蓝旗，姓佟。后来呀，康熙皇帝才给自己的妈妈抬级，抬到了满洲镶黄旗。汉军被抬级以后啊，首先就要取一个满姓，在自己的姓氏前边加一个家字，也就是说这皇上认为啊，你啊是汉人里边的好样的。所以说这孝康张皇后入宫伊始的时候，她还不姓佟家，她姓佟。不但如此，在顺治活着的时候啊，这位娘娘一直姓佟。也就是说，这电视剧《康熙王朝》里，孝庄文皇后和孝康张皇后两个人大骂董鄂妃汉人女子如何如何，汉人女子如何如何。其实啊，这董鄂氏啊，才不是汉人女子呢，是正经的满洲人。而一直骂街的孝康皇后啊，她才是汉人女子呢。哎，所以说呀，有的时候电视剧呀，您看看也就得了。这些个编剧呀，智商和学问呢双堪忧。换而言之呢，从现代生育学的角度上讲啊，康熙大帝有一半是汉人，那是惹定的了。清史稿的这句话呀，为了凸显孝康皇后的地位，上边写呀，后出入宫为世祖妃。其实啊，这句话是不对的。在顺治年呀，被册封为妃的后宫佳丽当中啊，绝没有这位同事。清初顺治初年，后宫的嫔妃制度还不完善，当时宫里的后妃位分是这样区分的：首先当然是皇后，然后是皇贵妃、妃、福晋、小福晋和格格。皇后和皇贵妃我们就不用多解释了，因为这两个位号啊，和后来的皇后、皇贵妃位号是相同的意义。妃呢，就和后世的贵妃意义相同。福晋呢，就是嫔，小福晋就是贵人。格格呀，就和后来的答应差不多。同事入宫后，乃至升了玄烨，直至顺治皇帝死，也从来没封制过妃位。所以说呀，我们估计这个同事当时的地位啊，并不高，也就是个小福晋，并且呀，很有可能是个格格。佟氏娘娘十四岁入宫，那年正是顺治十年。要说这孝康皇后的肚子那还真是争气，转过年来啊，就怀了顺治的儿子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顺治的三子玄烨。顺治十一年的春天，佟家氏去慈宁宫给孝昭太后问安。这太后呢，看到她裙子上啊有一道光盘旋而上，好像一条龙一样。太后就感到惊讶呀，一问才知道这佟氏啊她怀孕了。太后就对左右说呀，当年她怀顺治皇帝的时候，有人也看到她衣裙上啊有一道光如龙一样盘旋而上，后来呢就生下了顺治皇帝。看来呀，这佟氏啊有如此祥兆，他日啊生的孩子是必定有大福啊。在中国古代史上啊，每逢有天子降生都天生异象，这本来呀就是说出来骗人的。不过呢，像这样大模大样写在正史上的却不多见。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，十五岁的佟氏在东六宫的景仁宫当中生下了爱新觉罗玄烨。是不是给皇上生了儿子，这佟家氏的命运就有大转折了呢？哎，其实也不然。咱们首先说啊，这佟家氏啊，他地位不高，并没有抚养自己亲生儿子的资格。其次呢，这清代的宫廷制度啊，这是非嫡出不续齿。当然了，这是清初期，到了康熙年呀，就不这样了。
所以说这同事生下的玄烨呀，虽然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，但是他并没有资格叫做皇三子，他只能被称为啊三阿哥。顺治皇帝自己不是也说吗，孝献皇后生的皇子才是朕之第一子也。孝献皇后生下的儿子早生，要不然啊这皇位与这玄烨呀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喽。顺治十八年的正月初四，顺治皇帝不遇。初七的时候，大臣们才知道这皇帝出痘了。就在初七日当天，皇上就撒手人寰，驾崩了。顺治皇帝啊，一共有八个儿子，长子、四子、六子、八子都早伤了，只剩下十岁的二阿哥福全、八岁的三阿哥玄烨、六岁的五阿哥长宁和两岁的七阿哥隆喜。这些个阿哥呀，年纪都还小，所以说呢，要选呢，也得尽量选大一点的。十岁的福全啊，不灵，被淘汰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呀，他没出过天花。满朝文武，大家伙都心有余悸。这老皇帝啊，刚刚就死于天花。五岁的长宁和两岁的隆喜也是一样。所以呢，这出过天花的玄烨就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皇位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，这四位皇子的姥姥家，也只有康熙皇帝的姥姥家同氏一门地位最高。两宫皇太后并存的景象啊，并不是后来慈安慈禧的时候才出现的。康熙元年十月，康熙皇帝尊嫡母为仁宪皇太后，尊生母佟佳氏为慈和皇太后，这才是清朝第一次两宫皇太后并尊。这一年啊，这佟氏才23岁，在后宫苦熬苦夜了八年，终于算是熬出了头。哎，可是啊，可但是但可是啊，这位不幸的女子啊，并没有享到什么福。皇太后的椅子呀，还没被捂热呢，就在五个月以后啊，这位皇太后就驾崩了。也许是紧张了太久，突然放松不适应吧。慈和皇太后成为了有清290年当中最短命的皇太后。康熙初年啊，权臣当道，索尼、鳌拜、鄂必龙、苏克萨哈这些个辅政大臣商量来商量去，他们认为啊，这佟佳氏生前只是个福晋，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嫔妃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决定啊，把佟佳氏安葬到道妃的原寝。最后啊，还是孝庄皇太后认为，把皇帝的生母和普通的妃子葬在一起是不合适的，才把佟佳氏同顺治皇帝一起葬到了孝陵当中。即便如此，在佟佳氏的谥号当中，也不能随侍顺治成为张皇后，只能和呀这孝献皇后一样，被尊为孝康皇后。神牌也不能升赴太庙，只能供奉在孝陵大殿的东暖阁当中。幸亏啊，这自己儿子是皇上，这康熙皇帝亲政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自己爸爸的谥号加到了妈妈的谥号当中，孝康皇后就成了孝康张皇后，并升赴太庙，孝陵大殿神牌也升到了中暖阁当中。不光如此，康熙皇帝也对得起佟氏一门。在康熙皇帝的扶持下，佟佳氏一门封了两位公爵，之后啊，又出了两位皇后、两位皇贵妃，名臣辈出啊，比如后来的鄂伦岱、法海、库岱兄弟，还有就是隆格多、庆父兄弟。这朝野上下呀，称着佟佳氏一门叫佟半朝，成为了这满清帝国赫赫的第一外戚。至此啊，这孝康张皇后的故事咱们也告一段落了。这几天以来啊，咱们把顺治皇帝有故事的后妃啊都捋了一遍。在故事的最后呢，咱们还不得不提到这样一位妃子，她就是顺治皇帝的珍妃董鄂氏，是孝献皇后没出四福的妹妹。有人说了，这没出四福是啥意思？也就是说呀，这孝献皇后和这位珍妃两个人的曾祖父都是三等伯鲁克素。有野史小说家呀说这两个人是亲姐妹，不对啊，这孝献皇后啊是满洲内大臣鄂硕的闺女，而这珍妃呢是轻车都尉八度的女儿。咱们为什么要说珍妃呀？因为这珍妃呀是中国古代帝王时期最后一位自愿为皇帝殉死的妃子。
《清史稿后妃传》是这样记载的：珍妃董鄂氏，一等哈达哈赫番八度女，殉世祖，圣祖追封为皇考珍妃。顺治18年的正月，整个皇宫上下呀，为操办顺治皇帝的丧事，忙得都是焦头烂额。后宫啊，却又传来了另一个噩耗：董鄂氏啊，自杀身亡了，一缕亡魂随亡夫去了。有人传说呀，这董鄂氏为什么自杀殉夫啊？是因为啊，他替姐姐孝献皇后赎罪，以自己的死换来了孝庄文皇后对自己家族的宽容。实际上啊，咱们上一期不是分析过了吗？这孝庄文皇后和孝献皇后的关系啊，非常的好，根本呢就不用董鄂妃多此一举。那么原因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董鄂氏啊对皇上的真爱。董鄂氏自缢以后，随即也被追封为了珍妃。可是啊，在辅政大臣主政时期，这珍妃并没得到应有的待遇。通常啊，殉先帝于地下，那就应该与先帝同穴埋葬，也就是说这珍妃啊应该一同被埋进孝陵。可是这珍妃啊并没享受到这样的荣光，他的金冠啊被移到了黄花山下，葬到了皇陵以外的道妃园寝。直到56年以后，于康熙57年4月初7日，才与着孝惠皇后、道妃、克妃一同葬入了孝东陵。不过呀，可以看出，在生前默默无闻的珍妃，在孝东陵里边的葬位啊还是显著的，就在皇后方城右手的第一位上。我是不相信那些传闻的，我坚信呢，珍妃是为了爱情而殉死的。每当来到孝东陵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在这座陵寝当中埋葬着一位与众不同的妃子，她为了追求爱情殉死，陪伴先夫于地下，用自己的身死证明了也不一定无情最是帝王家。至此，顺治皇帝的后妃故事啊，咱们就都讲完了。如果您还想听其他顺治皇帝妃子的故事啊，您就艾特我，义不容辞，搜集资料做成小片讲给您听。我是就爱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，喜欢我的频道，您就关注、点赞并转发，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。您记准了啊，只要您长按点赞啊，咱们是明天准见，拜拜。